可是你孩子不想念书，为什么？内在的他讲那句话，他当下的情绪跟感觉是什么？他是有一些挫折，他其实曾经在学习或学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挫折，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同理的话的话，可以怎么讲？我看你很生气，心里很难过，是告诉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情绪不舒服。这就是同理，简单的就是同理，就体验他当下那个感受，然后反映他知道，我不必针对他的行为去给他指责。像同理其实很好用，我小孩子在，两个小孩子，他在吃饭前，他想要吃布丁，他吵着要吃布丁。如果要指责他说吃饭前你吃过了吃布丁，吃饭才能吃，当然指责他的话了，他也是给这个观念。或是他即使是真的去吃饭的话呢，他也是心甘情愿的哈，不得了去吃饭。可这个时候你会给他一点同理，他那时候情绪感觉是什么？这东西很好吃啊，他不能吃很难过啊，对不对？就反映给他说，啊，爸爸知道你喜欢吃布丁啊，布丁很好吃，你不吃会很难过，对不对？对。可是呢，爸爸担心呢，你要吃布丁之后吃不下饭，然后你先吃完饭再吃布丁，看吃布丁好不好？虽然他不见得当场就说好，可他情绪会舒缓很多，有时候会说好，有时候会扭脸，他情绪会舒缓很多，至少人家可以乖乖的去吃饭。这就是同理。那另外呢，在多托斯才有毛病，就是美容师，就是啊，那没有什么，还不上我还养狗。然后一个学妹，她就一个学长说啊，我觉得功课很重，应付不了，压力很大。那个学长讲说，没有什么啊，我以前应付都应付得很自如，没有什么，不要看得那么严重。我相信那个学妹以后就不会问那个学长，因为她感觉面对尊重，没有同理，没有同理。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去设身处地，站在她的感受，去体验她当下的感受，然后去照顾她的感受，照顾她的情绪。他常常比较容易顺从。我想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起莫急啦，别央的时阵吼，你讲啥，我就是无要听啦。你看这样的经验，起莫急啦，央的时阵吼，我就很容易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先照顾情绪，事实上，那孩子就能够表现很多顺从或符合期望的行为。那积极的倾听，同理的倾听，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常常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啊，常常失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草？为了一朵花，放弃整座的森林，太可惜，太不明智。”可在那个当下，他的情绪感动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你讲这些的时候，虽然说不是屁话，但是实际上效果无助嘛。就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嘛，就听他说：“我很难过，你喜欢他。”就是这样听他说，他一醒来哦，就情绪掏把出来，讲出来之后。啊，那情绪就会反应很多，就是说，这是治疗的一个开始。当他不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情绪的压力很大。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常常是没有人可以说。像我们在南台做过一个调查，当有心事的时候，你有谁可以说？就有三成的学生没有人可以说。父母更不用讲，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情绪压力。只有当他被情绪被表达出来，被了解、被接受，情绪比较缓的时候，他理智的功能才能够比较清明，他才有办法去理智去思考、去面对一些事情。当情绪还在有这或者没有表达的时候，很难去理智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在理解比较快了。那第三个，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哈，关系最能够帮助的，在这项研究里面。好的关系最能够帮助人啊！当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效果都很差。比方说，你跟学生讲说：“哎，你成绩退步了，要用功了。”那你这样跟学生讲，学生可能要怎么样解读？学生可能解读说：“啊，这个老师有注意到我，有观察到我，我要念书。”有没有可能这样解读？可能。有没有可能这样解？有没有可能另外的解读？全班那么多同学退步，你专门盯上。什么老师嘛？会看那个某某人退的还要比我还要多，专门找我，会这样解释？也可能。他怎么去解释？就引起他的怀疑。他怎么解释？其实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这个老师关不关心？如果他觉得这个老师已经错了，
对老师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要求，他会正向的去解读。如果觉得这个老师不好，就负向的解读。就像说父母跟子女一样，如果觉得这个父亲常常很凶、很凶，只会要求功课，他功课不好的时候，功课退步很多，你要去补习。那如果关系不好的，他会觉得说，你就在意我的成绩，又不关心我的感受，那不是这样的也是很痛的。关系在什么？关系。关系好的话，最能够帮助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很多变得很负面的。当时学生是，我因为喜欢那个老师，所以我就认真念那个科目。我也不喜欢那个老师，那一科就很讨厌。这种其实非常常见的事情啊。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衡量自己能不能得到学生的信任，就是一个别人会不会将他的心思告诉你，学生会不会将他的心思告诉你，学生是否会请你给他意见或建议，或是你会常常从别人里面得到一些回馈或建议。如果说是的话，那真的很恭喜，表示学生信任你，才会跟你讲他心里的话，信任你才会寻求你的建议。那只有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帮忙他。当然，这在建立关系是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要关怀一个人哈，是蛮挑战的哈。特别在他现在事情那么多，力不从心哈，然后又有很多的压力，的确要去关怀学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至少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一般的人际沟通跟互动里面，多给学生一些正向的回馈，让学生感到我们关心他，实际上对那个学生的影响很大的。那最后就是责任跟自省哈。其实关爱跟责任是并行的，有时候学生需要一些责任的提醒啊，比方说一个学生他期望功课很好，可他不念书，是个矛盾，对，关爱之外呢，给他这方面的提醒，让他负起他应负的责任，在辅导一个同学或要给一个同学帮助，他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他不能够怪东怪西，我们成绩不好是谁的责任，妈妈的责任，老师不好，学生老师不好，成绩不好，什么什么，当一个人把责任推到外面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负责任，就没办法进步。那面子跟责任的点就是帮助他去思考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该负的责任。只是我们要帮他去负责任、去面子他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做前提，他才容易接受我这样的一个建议。最后呢，最后提到说呢，不像我们。都会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跟学生沟通、教导学生。可是呢，很多的方法事实上是无效的，但是我们一再的重复。无效的方法就不要再去用，换一些有效的方式试试看。那改变别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去斥责别人，不是去要求别人，改变别人最好的方式是先改变自己。你发现说，当自己能够改变之后，当自己的态度改变之后，事实上你会发现，别人好像也会有正向的改变跟回馈。今天就很简单的跟老师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还有剩下几分钟啊，那么请各位老师啊，对于这个跟我们学生沟通的啊，那这方面呢有什么疑问啊，利用这个时间提出来啊，我们请张教授呢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答复。没有，我们就要给吴局长了，给他们的同学来问他。啊，其他老师有没有？啊，都没有吗？哈、啊。好了，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张教授啊，把他个人的这个亲身的体验啊，很朴素、很实际的，就用来啊，经过了啊，把它表达出来。让我们全校老师呢受益良多啊！有机会呢啊，我们也再多啊，希望能够再多次的请邀请他来跟我们做一个讲解。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啊请求啊，以后你也当我们星火中学这个辅导室里面的顾问啊，也是在哪里解决的，邀请你来。好，好，好。
好，把这个给讲。各位老师哦，等一下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前门跟后门都有我们防疫工作的同学哦，手上有2个小时的延期条哦，请老师要离开的时候，请记得领取。